有啊有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风暴就要来了。看来还得打一把，又一个打野主播。你上单剑圣。啊。不是，风啊，带我一程吧。追不到他，可恶！死亡气息。我只需要吹到你一下，哥们儿。哎，我再勾引一下。结果非常清楚。不好意思，你就算吹多少，我只需要吹他一下就够。一次就喊。我将随风而行。吹了一次就能杀啊！二级点 E 啊！你们看刚刚二级点 E 的吗？点的 E 啊！就挡那波爆发，这个金克斯有点强啊，有点强，应该是带中带级了啊。可见的血吹起来，哎，打不了第二个风，开始往后拉，因为那些跟不上，别那个被卡死了啊，那个位置。他不要放，我们就等第二波，再吹，再加速。他们会不会有人啊？跟着你后面也有啊。虽然没在下半区，他肯定在上半区了呀。都不用看，不用想，这是在上半区。少个人，这时候来干嘛？极限资源，你还以为他极限护盾无害的威风吗？还有红 buff， 我不怕。我将随风而行。看他一个人单吃，我们走了，他一个人单吃。我们这把的钱已经足够多了，尽量可以分享一点其他的单独竞技了。谢谢小王的关注，但如果我们钱不够的话，
还是要抢那个东西的。Enemy slain。小比先锋和亚龙登场。这样的猫咪跑得快了。我在路上。屏住呼吸。死吧你！啊，什么情况啊？这样我也去，这多多少少有点憨憨憨憨了。把盾刷一下。这波多少少有点不对劲，是的，可惜啊。就如果猫咪跟那个放眼，那个位置就是我们杀它的那个时机。对，他感觉他加了个那个加速，他加了个加速导致他普攻 A 不到人了。有钱哎，别急 W， 不要慌张，让他回，他打不死我们，不要加技能。防御塔固层即将脱落。神剑魔掌。神大，你身上的死亡气息。这边又是菜刀队啊，冰心啊，做个冰心，做个反甲啊，对对对，这皮肤好用吗？好不好用不知道，他故意就完事儿了。我从来不看特效玩的游戏的。管他呢，所以他 A 了那一下子，他不 A 那一下不会被控到塔里面的，可惜呢。想打一个极限伤害，差不多。里面人有点多。没必要，这种错误有点犯的有点。这波错误犯的有点明显了，这两波。
元素亚龙登场，集合进攻。关主播还不知道，你可能，带白川的 AD 的不一定是我。Ally slain。爬到过我的粉丝可能，我不带自己 ID 的。打不死我啊，哥！我可能打死我啊！觉得你能杀死我吗？我觉得你不能。来拿增益。我这一点在他 P 个死，今天吗？今天就是我。真理之力与我同。今天就是我，嘿嘿。太烂了，那几波死的太可惜，那几波死的太伤了。预测的极那时男爵登场，看清楚。这是陪玩吗？没有啊。他已经有几分钟没有吃个边了，两三分钟没吃个边。经济职业之后了，已经。我将随风而行。AD 风女可以啊 ，AD 风女哪就没有啊？不用。在其位谋其政啊！死亡气息。你非得越权去玩东西，那你肯定是个奸臣啊！来拿增益。跑远一点啊！知道吗？打剑圣一定要跑远一点。好，跑 AD， 翻盘，四打五。我在路上。他们 AD 杀那个打野啥都没干。大一波，从这里，这里死的那里，到后面一直在做错误的一种选择，死了好几次，连着死，并不怎么准吧，就很伤，
是没经济了，这波补了一大波，经济还是没对面高，其实对面打野15000，那只能说现在超越一部分啊。集合进攻亚龙。只能说上一波完美拉扯了对面，我一定要把剑圣拉开，就算我死，一定要让剑圣给我的这个正方向的距离有区别。来挂去挂一个。中间还是挤不过对面的主控。谁？这是刚刚派克放了个眼在那里。风带我一程。买个香炉。基地护盾失效。来拿增益。看出装，现在这把是时光冰心香炉小毒伤，待会小毒伤可以换成一个大反甲，小毒伤卖了换大反甲或者卖选那个换核心之律，小毒伤不升级了啊，这个装备如果还有钱的话，等会儿估计应该升级不到了。我将随风而行。小贼，你不在我在这儿吧，小贼。真理之力。阿西巴，这空大石头，你倒是早点大呀！你这大招还不是不给呢，直接扔个 Q 吧你。这下子熊哥假了，他要上出来打一波，完多次的血，那不够健康。我回家是买不到东西的，但是我要跟他同步，我一个人瞎晃也没什么意义，直接回去行。来拿增益，不要拼惩戒，你拼不过。永恒的春哥甲，差点就想让死神直接撞他了，真的，就差那么一丢丢，我就想让死神直接撞他。请求集合。不能打，不能打，打不。
还能变猫咪，真有意思。臭小子，你断兵线是吧？臭小子，有兵线啊，我来人啊，人呐、啊！攻击敌方血晶，笑死！谢谢橙子的灯牌，谢谢。Victory！ 我靠，橙子，他变了个猫咪，牛啊牛！